啊，我们这边可以不用突击兵啊，用突不，击比较兵。不是这样子啊，就是说不一定要用突击兵，可以用医疗兵。首你打先，个，第二组，第二组再要，先打打哪一边？打哪一边？B，B，要有共识哦，大家一起走。这个墙居然撞不掉。那个房子的人先清掉，不然你节点都会被打。妈的！我要打他！附魔杀！救我妈！附魔杀！他听不到。啊，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来，不要急啊，打慢一点。大饼昨天有说哦。嗯，好 ，OK。用完了，那个，那个谁冲这么快啊？是谁啊？站在右边。好，我在撤退了。从屁股绕啊！我们从屁股绕，这样子那个。继续在后面。到屁股旁边。推吗？推，这时候影响。等人到齐啊！嗯，人居然都开不过去。慢慢清，慢慢清。放不掉啊！放不完啊！而且小队你过去，安全，安全，安全。炸弹，有炸弹，有炸弹，左边有炸弹。不要后退，不要后退。好，我看到了。有狙击手在外面看哦，尽量找。尽量找掩体哦。We have taken both objectives.Wait for the enemy artillery barrage to stop firing. 哪一个点？再是哪一个？室内还是室外？室内、室外。等到升级。室内打室外，好不好？我们昨天是先打室外的嘛，对不对？昨天的。OK 啊，好啊，先打室外好了，因为室外有坦克嘛，啊，室内他们坦克开不进去。好，那先打室外的。A 点 ，A 点 ，A 点。好 ，A 点，好 ，A 点，好。我看我边的，怎样拿？哎，我已经进来了。好，你看他们叫好枪了，他们叫好枪了。不要挤在一起了。房子里面哦，他们的房子里面。那个房子里面，一楼。别叫大饼，不要救。后场会烧死。哎，有人在捡，有人在捡，有人在捡。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。
Partei Panzer! OK。防止防止得知。王金明厉害吧，王金明。你不回来啊？你回来吗？哎，楼下还知道，下楼梯，好好他出去那门口看到没？看到。我已经出来了。坦克对坦克对轰中。哦，有突击兵来了。那坦克应该不敢开进来啊。防御来了。他派过来喽。那说明嘛，有人在附近哦，有人在点附近哦。好好好。坦克，哎，不换在帮忙修吗？对，要修坦克了。干，你看这个，这组点之后就不会再升坦克了。这组点之后就不会再升坦克了，所以你们坦克不要爆掉。我被炸掉了。哎，没有，又拿到新的一台了。OK， 干了。你拿到吗？然后有，我们有收到吗？有，对，还有，对，还有。有了新的一台。好，来，刚吃一口。来，跟我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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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死掉，闯关我。室内 A 点吧，是吗？记得 A 点比较难打。对啊，室内那个点太难打了。可以可以，王俊明可以装。等下，哨兵还在。哦，我在对面了。好，哨兵倒了，哨兵倒了，我装，快装快装。右边右边右边，撞你降级。快停下，快撤。他左边哪？等会。没事。是烟雾。没关系 ，A 我看着。不要在那个直角的房子，要坦克在炸那里啊！哇，一堆人！没事。不用丢个箱子下来好吧，我自己捡掉了。有吗？有知道吗？有，不到不到。B 点那个 B 点那个巷口很多人哦。其实这巷口蛮难打。小心不要往前哦，有炸弹的哦。好。知道。他载具剩十一滴了。爆吧！而且他爆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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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爆了。有人要上来，有人来了，有人后面后面，两三只。那最近就只有阿迪克斯这个点。右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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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右边房子，右边房子，死掉死掉死掉。右边房子有狙啊！小心有人，小心的右前方房子有狙。啊，坦克也过来了。没有看到，坦克飞过来了。
那个躲干你啊，这智障！先赶快啊！不行了，他们不退了，点太那个。没有办法修吗？我在修啊。哎、欸，他主点不好打哦，你们要小心一点。啊，我觉得要跑一下。你后退，小心后退。哇！在炸，在炸。哪一点？哎呀！哪边炸你啊？被炸死了！我被炸死了！我刚才轰进去炸。AIB，我还没办法放，先打巷口那一个巷子房子里面那一个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小宋挂了，我还没挂。喷火兵在 B 点二楼，坦克来了。高伟这边队友，左边右边右边队友，这个点应该是被击。要 ARD。哦，我还没看情况哎。那这样子要先打 B 有困难，我叫你 A。OK 啊，那就打 A 啊。A 啊，啊，大饼 A 哦。我们坦克也好了。还剩下他。在前面，没前面，啊对，没前面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靠你啊！你怎么那么多人？那个拍的，想说跟大群冲的就好多人。别死了，前线的别死了。干！好、哦，你死了。看有办法撑上去逼啊！先在楼上，楼上是要退逼。你俩不能瞄准好，哎、欸，趴下。紧张，专业。你又拔了。我燃烧弹。屁股。哪三趴车？你啊嘞！别说了。我们信号弹，打完了，打，看到，靠腰嘞，不要跑给我个信号弹。不要，我没有信号弹。大兵挂了。等一下，这里危险了！我这里危险了。啊！我
他堵住门口不让我走，干你！啊，我是无辜的。坦克有办法开进去吗？没办法吧。没办法，中坦进不去。你要被绕喽！你要被绕喽！小心，你要被绕喽！好。你家楼上也太多人了。再修，再修。好。有人来了。有人来。他死了。看那个喷火兵。哇！叫为什么我们这把枪没有刺刀了？那是拆掉了吧？但至少不能带刺刀。那边还好，看我兵的位置是哪边？好，就接在楼梯那边。我冲不上去了，有没有枪手让直接射他掉？受不了了，干！气质啊！我有点无聊，想看白的。开坦克就交给你们了。感觉昨天没有正式打的时候还比较刺激。对啊。错啊。怎么就正式打有点无聊？蛮无聊的。错，不是昨天那一场吗？昨天打那几场。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千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